紧张，熬紧张。哇，老贵！那剩下这最后一只鱼，到底谁可以钓到呢？到底是吴心意可以钓到，还是妈妈钓到？哇，钓到这一只就赢了吗？最后这一只很难，哎呀，是谁的？好，那关掉，要数了，要数看谁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换妈妈有几只？你钓的很多吗，爸爸妈妈？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耶、yeah, ！这次妈妈赢了，妈妈钓十一只，意义输一只。嗯。休息一下吧。噔噔。吴心怡要多练习才可以拿到世界冠军哦。要转转转一，要转，不然他嘴巴不行打开哦。这是我钓到。你要这样钓到。